哎，紫苏啊，我正好找你有事啊。紫苏啊，怎么了？年关就急，借2000块钱，过年后就还你。没有，我知道你有，你怎么就不愿意帮帮我呢？我不是不帮你啊，我是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啊。你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跟我来。刚才你也看到了，那些都是我最要好的兄弟，都是因为借钱，现在都变了。不是我不相信你呀，我只是不想失去任何一个兄弟，包括你。